第36题，36到40是题组，小蓝玉进行酸碱中和反应，实验装置如右图。在乙装置中有50毫升0.2大m 氢氧化钠溶液，甲装置中有未知浓度20毫升盐酸溶液，并加入几滴酚酞酯制剂，是回答36到40题。第36题是问，实验前要先把装置乙滴出少量溶液，原因为下列何者？这老师上课讲过，我们在实验前要把滴定管中的一些溶液先流出来，要排开里面的空气，以免影响到我们实验的准确度。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，原因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排除管口残留空气。